起管理起来，不要让螃蟹知道啊。嗯。还有朋友嘛，水给上，两奶又跑出来、啊。哎呀，结果再找见了嘛。哎呀，说过了说过，就六级嘛。哎呀，这就可是怪了，刚走了三天嘛，倒叫老黄要吃了三个。哎呀，他喂了几个月的鸡，一个舍不得吃，多少人也吃了。哎呀，上次叫老黄要偷吃两个，这次咱走了三天，该不是又叫老黄要偷吃了吗？再找找。哎呀，鸡鸭都缺进来了，连鸡窝里三个，一共六个鸡，鸡鸭要找牢了啊！不敢叫老黄要偷吃了，能找住了，再过两天都要老黄要逮着吃了。有人也吃的吗？咱吃的，咱两个偷螃蟹，要不再逮着尝一口？哎呀，本身鸡不多了，还敢吃了？螃蟹说好就说，叫老黄要吃。哎呀，就这个！哎呀，咱这是什么事嘛？哎呀，这个刀多少都杀死了，肯定中了呀！哦，俺咋地吧，刀？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是黄土兄弟。这两天我们出个几天以后啊，其实三天两头就叫老狐狸吃了。结果说将叫老狐狸吃了，还不是找他吃了。趁小姐今天不在，咱们就三只鸡犒劳犒劳自己。那让小哥知道咋办？哎呀，天知地知理知我知，谁表示咱吃东西他都知道，就上老狐狸吃了。来铁锅炖鸡，先把鸡剁开。哎呀，这鸡还喂肥来着。起锅烧油，自己的老公鸡不焯水，直接上锅炒。点开三味料头，生抽、老抽、来上半瓶啤酒，来点青红辣子，配起来不会腻。哇，啥样的鸡啊，一看就好吃，走。哎呀，荔波草鸡啊，刚刚的。来，哎呦，我比看你这个手艺啊，超过八千元了已经。不拍马屁，不过我得钱。来吧，这官，鸡都鸡吃了，这不他鸡窝加固啥？加固了就是了嘛。哎呀，这个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嘛。他下回怎么了？他一锅不能全炖。鸡汁现在九百八个，耶，赶紧过来吃来，不要让螃蟹知道啊。还有朋友嘛，谁给上？两奶又跑出来了，来，赶紧吃，不能留一点痕迹。这是都让王菲吃的。朋友们，拜拜了啊！拜拜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走了，走了，快点走了，走了，快点，止不住了，赶紧吧。砸了吧，砸了，砸了，砸了！咋回事嘛？快嘛，快嘛，这到了，谁把竹竿子挂在上面的嘛？行李还是不能下来的。哎，什么子嘛？不敢吃吧你？你个不管咋地，可把竹竿拿上不就咋地了？哎呀，我活得太长了，太长了，起码放了你嘛！竹竿扯了，中了！哎呀，腿还中到了！不，你跳来，我抱你来！哎，你碰谁了你？我抓你！来，丁哥哥了，这边这边咋？抬不上嘛！我给你救嘛！哎呦！哎呦！又拉绷住了！绷住了！扯淡了！看嘴摆在这样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我们走路都还不让走，哎，谁让你们把竹竿挂那么高的？你干嘛怕猫和狗吃了？挂高高它个天，狗上不去，门不得上岗。啊，狗不得上岗，快上去吧。开好了，开我的。看你太保徐大汉的样了，啊哈哈哈哈！
得了，这以后只是帮你考虑考虑，帮你几个家伙看看哈事。哎呀，安全嘛，毛狗都带不上。那就为咱件事啊，厨房竹竿咋个？哎呀，这进去了。走，盖杯果水，来点白酒。煮好了，捞出来。几锅烧油，头前点两滴花椒，来一勺豆瓣酱。几壶辣椒白醋，竹竿，生蚝油，一斤味精盐，好嘞，竹竿，今天头孢竹竿就做好了，能开吃了。好，把你忙死白。你看你那儿早都炸了啊！我再补一个。大哟，又麻又辣，干吃就是这种味儿了。适合夏季嘛。羊粪大的就这么轻啊，都是干过烫水了。没。哎呀，西哥，我这你小时候爬出来，累着的，咋些接着都不打你了？哎，不是，我也是的。一会儿接着跟他，我接着黑化了。哎呀，那以后还不能保护好了，不然他吃不着饭了。哎呀，接着跟他接着吃。又叫两口人吃好。妹妹，今天可是出卖的给咱兄弟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